喂，金南，哎，过两天我新电脑到了，我们组个班子去玩吃鸡去不？他们说在那个年纪大的人里面，你属于打突破比较强的，但是打突进容易死就是了。没有撤退可言。有人哦！哟，我操，老子没了！什么呀？我靠，怎么这个地方这么多人呢？但是突击的话，我很在行。